这个是什么？南乡罗的这个咸乌，或者河汉蛇，来到汉朝调遣汉天子，求汉元帝赏赐一个宫女托伊去做伊的王后，两国就要和睦相处。啊，汉元帝就可能说：啊，我用一个宫女去嫁桓王，才来求这两国的和平。嗯，这个也是一个好办法了，将叫做和欢呐。就安尼答应这个何韩霞的请求，啊，宫中跩美女哩，一听到这条消息了哦，哇靠，大家是惊噶，惊去选做去外面了去做一番布了。因为原本跩美女选入京哦，是可不得托皇帝去选着，甲这一撮送去托桓王去做一番布了哦，惊去一个西北去一个所在，升官适当，啊，甲我烦呐。吃羊血黏牛黏龟身去用我臭咸味，所以大家真计去幸会怀洪门关太监幸会哦，想要避开这条灾难。洪门关甲太监就将宫女的相捧捧来到汉元帝看，汉元帝看看这个也水，那个也水，这个也唔甘，那个也唔甘，上头这个繁荣，甲看到王家军的相，真计这只鱼。这个有目屎记的这个灵女的这个宫女啊，十年前已经托堕胎送入去灵宫了，就说啊，就选这个托桓王去追无，托桓王哦去洗洗洗，下洗国未王。汉元帝就安尼选王昭君啊上殿，故意跟那个桓王何汉霞俄罗斯。哇，这个美女哦，是偌聪明，阁偌大度，啥适合无做恁种的迄条王后？啊，何汉霞，这个范哦，范邦哦，伊是无讲究啥物，看相哦，还是看命啦。但是一听见汉朝这个皇帝哦，对了，俄罗斯这个王昭君，这个女的，这个美女哦，以前的脸上说好。啊！你都做恶了啊！就是王昭君就会做了。甲王昭君一夜行上金銮殿，跪了三呼万岁。汉元帝说：“举起头来，王昭君头壳夹起来，说一声万岁。”满朝的文武百官全，大家看见给吊去，早早大嘴跟开开开，哇！什么时做？宫中内面有一个抓水抓贴的美女啊，也迄个桓王何汉霞哦，哇，想说啊，这个汉朝皇帝是真心实意，要甲面这个桓邦好哟，要将这个抓水抓贴的美女想出台，所以就看到王昭君哦，哎，欢喜啊，未晓说，汉元帝就安尼行入宝座，来到王昭君的面头前。先抓这个王昭君哦，位头看过来，位脚看过去，左看右，右看抓这个王昭君，看来看去，认真看，规个个面哦，是较光光光，阁润润润，阁较迷迷迷，都那热呢，都无半点什么乌点，根本都无影什么一粒痣啊！我靠了，这阵汉元帝哦，想要反悔了啦，啊，要将王昭君留在身边啊！提前说了，是王昭君啊。你愿意去匈奴去合欢，即阵即要昭君特使汉元帝马上就有家去啊！伊可以即天王别人，或者是将其他跩宫女哦叫来，托这个桓王改其哦去关。那在王昭君怎啊一年难？王昭君说万岁啊！奴婢愿意承之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意志了。所有的宫女都可以走去托皇帝选去合欢，伊都王昭君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。因为昭君身居灵境十年，受尽了折磨，在了伊看来，伊既留在了宫中一时受伤，倒不如借合欢之机，远走高飞。获得变身的自由，所以啊，昭君才做出甲别人无相同的选择。
泉州广播电视台闽南语频道，用心传播闽南乡亲新春，马上有钱，万事马到成功。古语云：千里马上有，你病弱不上有。但是为何偏偏有要寸金买马棍？到底是时马当活马医，也是风马牛不上钱？三鞭马下现象里，花马街上路半仙，行行万里路点马，你马怎能多空王？泉州讲讲隆重推出2014新春特别节目《马年讲马》，讲顺古往今来马传奇，敬请关注。各位乡亲啊，这个繁荣和汉社繁是繁，但是也看出的汉元帝哦别流容易，今也翻盘，大事一个翻盘呢，就变卦，所以伊马上前下问：自古君无戏言，你皇帝那反悔，马上要挑起新的战争，汉朝皇帝不得不连统国爱，当场四分，前特立雷强。啊，满朝上上下下都伫咧准备哦，你要送赵军去河番。啊，即、这个汉王呢也、啊、准备哦，你要迎接王赵军哦去成亲的跩代志。但是有诶资料哦，顶面说，说即摆范荣是车人送配来汉朝，要要求即个美女去做王后，伊本身哦无家己来，因此迄个赵军出塞，叫出范那甲范兵啊，离无出范荣。啊！昭君拜死父母，加班加班就是拜死伊的祖国咯，就出玉门关离去。汉王马上就安尼下旨，将莫延秀，包括内宫所有怀、魏相怀、魏氏，统统斩首，扎草因的家产入国库，出了胸中的一个恶气啊！啊，怀魏氏甲莫延秀。尽管大家赚那个油油油，甲肥肥肥哦，一个升职落去了，超赞嘞！各大家嘛，人财两空，怀为是太师啊哦，较无半个。从此了后，迄、那个汉朝行多，就也少有人哦，通来为种人也多咯。过后啦，有一撮文人咯、墨客咯，写真侪种事来议论这项代志，一般。多加指责莫延秀，将伊哦大骂特骂，啊！这关系是帝都师俩，将个事哦是袂安尼流传的，是着到那个宋代时阵，大文豪敖永修，伊另外写说：绝色天下无，一失难再得。虽然失瓦工，遇事竟何呀？伊是反过来哦，直接这个汉元帝，著名的政治家哦，这个改革家甲文学家王安石。王安石伊也是影响逆反的种个思维哦，写一首甲别人完全无相同的诗来赞美这个王昭君。这仪态由来话不行，当时王杀莫延秀。另外一个文人觉得说，这个王昭君也是真可惜，托一个抓干水的将我抓绝色的美女哦，去嫁托范荣，真正唔甘心，也就偏做是昭君出塞，坐伫马的顶面，伫咧弹琵琶，啊一路弹一路唱，咪一路哭，天顶飞咧个怀眼啊，看见安尼飞南风哦，飞去。听见琵琶声，看落去，看见马顶遐王昭君哦，生出咧抓水怀干，煞未过咧白，啊有诶甚至哦煞跋跋落来，所以中国四大美女啊，王昭君哦，则托人清楚说晓得落眼。范兵送王昭君来到遐水，王昭君
看见北边的眼，都要南归了，都要北向南去了。伊唔知是何时何日，通过一日挖到家乡，通见到爸母兄弟，最后也是望就能跳落去，吓出来去自尽。其实呢，王昭君并无自尽，伊去到北边，甲匈奴王结婚，啊，封做王后，王后称做啥？称做令娥胭脂啦。令娥意思哦，就是要托这个藩邦平安吉祥的好位。啊，这匈奴王对这王昭君十分宠爱，从此了后就无过派什么骑兵哦。来骚扰抢夺汉朝在边境了，但是匈奴王几年了啊，就死了。啊，王昭君再受过一次的严重打击和挫折。按照在犯那种匈奴王，也叫皇叔，王子啊，啊，王子就继承王位了。继承王位了，说继承啥呢？说继承先王的在边会，所以这个新的这个藩王就安尼哦。甲王昭君啊结婚，而且这样代志，佮新报到汉朝吼，台温存匈奴王死，王昭君并无归汉，而是夫死家之昂氏才解脱家。史志记载，王昭君甲这个樊龙生有两个家，伊死了是葬伫樊邦，啊，王昭君的迄个某啊，据说。发芽最红的青草，等你趟春天哦，怀草哦都软化了，所以人家将昭君这个母讲叫做青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仔这个出汉关上中下三集，讲到这搭了哦。